朋友们，今晚最后一个上场的是12号作品《刀郎麦西来甫》，由新疆舞蹈家协会、新疆电视台选送，表演者托尔逊、马伊拉、迪里穆拉提等。Thank you.
是考试。哎，斯拉梅雷公，公鸡你好。你好。评委老师好。哎，斯拉梅雷公。拉贡。这是维吾尔语里的问候语。哦，就是你好的意思。对。嗯，这个几位白胡子老爷爷，不是真的老爷爷啊。你看，我看不出来，这是还是比较年轻的演员装扮的老爷爷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其实在当地啊，有很多这个进行刀郎表演的一些老人，真的年纪很大了，有七八十岁的那些老艺人吧？不止。不止。对，在邺城有一位老爷爷是102岁，他带着自己的小孙子跳刀郎麦西莱普。哇，那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看到他们的表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综合素质的考核，请选题。4号题。4号题。你选择的是第4题，第一道是影视选择题，请看大屏幕。我们来看一下题目，维吾尔族民间舞蹈有赛南舞、刀郎舞、萨马舞等多种形式，这些舞蹈大多与一种著名的古典音乐套曲相结合，这种音乐套曲是 A 木卡姆 B 十步乐跟向河大曲。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，毫无疑问回答得非常正确。好，继续，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即兴表演题目，请即兴表演阿凡提的小毛驴。这个题目好像专门就是为你们设计的，我们还是来听一听音乐。那是你单独表演还是全体？好，全体好吗？来，请大家做一个准备，请各位准备好，请放音乐。觉得还没有过瘾啊，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都被你们的热情感染，都站起来为你们鼓掌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维吾尔族的麦西莱普永远是欢快的，它是停不了的，谢谢。谢谢你们也把这种欢乐带到了我们的现场，我们还是来听一听综合素质评委的点评。我深切地感受到阿凡提家乡的人民是多么幸福。党的政策好，你说的非常对，党的政策好。刚才这个你们的即兴表演，这都我认为都是一种天意。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也一定看着我们怎么给你们打分。我本人要不给你打0.5分的话呢，恐怕他们不答应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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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继刚评委。好的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的得分。去掉一个最高分94.5分，
去掉一个最低分93.5分，十二号作品表演得分94.12分，即时问答得分0.50分，即兴表演得分0.50分，十二号作品目前得分95.12分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，感谢他们让我们的比赛的现场也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。